小心，小心啊！走，好，一点点来哦，对，上去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跑过来，对，好了，听到后，来，旁边蹲着，来，旁边蹲好，旁边蹲好。 对不对？我再问你一次。这些马骑的。对啊。然后去里面，然后冲水，冲出来。 本案系接获4.1公的据点线报，于日前联合彰化县警察支援分局及本大队科技侦查队，兵分两路浮桥出击，以车辆包抄、拦查及徒步住处的方式，进行查缉。线报称，方面乡某废弃的住宅藏有不明外籍人士，占据喧哗，影响住户安宁。查缉小组呢，于10月14日清晨埋伏守候。 目标车辆满载预习外籍人士出发上公司祭拜，拦车无力，慌乱之中货车驾驶盗车冲撞本队公务车，所幸人员全数平安。司机当场由方院分局民警以现行犯逮捕，依妨碍公务送办。总计本案查获20名非法移工及2名非法雇主。本队呼吁切勿聘雇。 或中介来入不明的外来人口及非法工作，就业法规定，民众未经许可非法聘雇外国人，可裁罚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的罚款，5年内再犯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处120万元以下罚金，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。